大家好，欢迎收看《午间总结》，我是 Fiki Wingman。 现在先和大家看看内地和本港股市中午收市的情况。内地股市中午收市普遍向上，上证综合指数升4点，报3180点；深证成分指数升9点，报11332点；沪深300升8点，报3953点；创业板指数跌6点，报2369点。恒指方面，今日中午收報19730點，升134點；國企指數升61點，報6716點；科技指數升2點，報4225點；大市成交有747億。咁跟住咧，同大家睇下啲焦點股份嘅表現啊。咁首先同大家講下比亞迪啊，因為佢再有減持嘅消息啊。據港交所嘅股權披露顯示，北非特咧旗下嘅巴郡上個禮拜四以每股平均價201.4咧減持比亞迪132.95万股，套現大概是2.68億。而根據資料顯示，巴菲特今年8月以嚟至今已經合共6次減持比亞迪，合共套現咗34億元，股權由近20%減持到佢而家得翻14%左右啊。大和咧就報告指出，巴郡持續減持比亞迪股權嘅事啦，仍然都係一個懸念，但將會被市場情緒復甦而抵消。預料比亞迪或者會成為全球新能源汽車的領導者。今日比亞迪受消息影響，逆市要跌，但跌幅又不算太多，跌1.2%。跟住同大家睇埋鐵塔啊，咁啊鐵塔咧有消息咧就話中移動、中國電信同埋中國聯通各自就公布三大電信商咧都會向中國鐵塔咧租任呢個通訊鐵塔，年期咧就係5年，自出年1月1日起，至到2027年12月30日止噶。咁今日咧受消息帶動之下咧，鐵塔咧股價咧係升13%啊，最高咧見過9.9毫啊，咁差少少咧就上翻1蚊呢個水平。之後同大家睇埋只東岳啊，今日東岳咧受迎起嘅影響啊，咁啊今日升4%啊，咁啊集團就預料咧，截至今年底止，全年公司擁有人應佔淨日利按年大幅增長，去年同期盈利20.75億元人民幣。該公司就認為今年盈利大增主要是因為集團製冷劑等嘅產品在中國市場發展迅速和需求提升，有助推動呢個價格和產品銷量在今年首3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有明顯的上漲。雖然部分產品價格在今年第4季有所回落，因為製冷劑等嘅產品產能擴增，帶嚟銷量嘅增長，從而減緩咗產品價格下降對集團業績嘅影響。另外咧，東岳咧亦都通過出售所持山東東岳未來輕能材料嘅股份，帶嚟利潤嘅增長。目前咧，該集團仍然間接持有後者大概係15%嘅股權。最後咧，同大家睇埋一隻大升嘅股份啦，就係維達國際3331啊。今日見到股價咧創3個月嘅新高，中午收市咧係升13%，最高上到22.2嘅。有分析就指出，2023年嘅木漿成本降低咧，將會令到維達國際嘅盈利能力得到修復，改善彈性更大，帶嚟業績嘅高增長，維持買入嘅評級噶。該行就認為公司同全球嘅同類公司相比咧，目前嘅估值咧水平系比较低，并且咧基本面咧已经筑底啊，漲價嘅拐点咧亦都渐行渐近啦，带动到今日咧伟德嘅股价走高。咁今集咧就同大家倾到咁多先，我哋转头翻嚟会有其他嘅直播节目，转头见。